新闻开始，最新消息来关心台北市北投区金传枪响，下午1点左右，位在关渡的一间知名咸粥店前，现场有民众听到了枪声，当时还以为是发生气爆，结果过去一看，发现有一名女子倒在地上，警方获报赶到现场，发现了一枚弹壳，目前已经调阅监视器，也锁定了一名男嫌犯，这是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。